随着夏花热播，越来越多人爱上了言承旭和许若涵这对 CP， 还给他们取名不含旭夫妇。这个名字不仅对应了电视剧的情节，连花絮里两人互撩也被一语双关。成熟大叔和小白花之间的推拉感拉满，等戏的时候也要摸手比肤色，肢体动作不要太亲密。虽然两人相差21岁，可真人 CP 有一点点背德感，但耐不住他们实在太登对了。前几天在采访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，许若涵和言承旭被问是否能接受年龄差比较大的爱情，言承旭让他先讲，许若涵表达自己的想法后，言承旭却突然问女主，喜欢的男生你会主动去追吗？现场都发出了磕到了的笑声。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啊，喜欢的话就去爱就好了，在真爱面前年龄不是任何的阻碍。喜欢的男生你会主动去追吗？不管言承旭和许若涵是营业也好，还是真擦出了火花也好，希望每一个喜欢他们的小伙伴能在追剧期间感到快乐呀。